the world. But I created something terri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s called the Ultron program. Isn't why we fight so we can end the fight and go home? Well, you amazingly failed. No way we all get through this. I got no plans tomorrow night. I'm always picking up after you boys. We can tear them apart. From the inside. Badass.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本周为大家聚焦万众期待的复仇者联盟2和忠犬追杀令，很高兴我们邀请到影评人杨元林与张彦拓我们分享。彦拓好。凯英好，大家好。元林好。凯英好，大家好。我们说导演 Joss Whedon 他是群戏的高手，所以这次复仇者联盟2就是听说又再更上一集，所以彦拓是漫威的铁粉，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这个续集的背景还有他的期待值有多高呢？我想毫无疑问的这部片的期待度应该是破表，目前看到就是国外甚至网站对这部片的上映之后的票房预期说它会创下史上最高的 开票的一个记录。的确，事实上我们看到过去这将近十年来漫威整个把它的一个系列电影还有它一个电影宇宙的整个经营，那到最近这几年可以说是在开花结果的阶段，所以你看它的英雄系列有一种已经到一种没完没了的一个程度了，他一路都排到到底要拍到什么时候？2020年，对对，2022多年之类的那些时间表可能都排出来，然后而且他用一种独立分散，但同时又一段时间就要集合起来拍一个复仇者这样的一个方式在经营他的一个节奏，所以复仇者联盟第二集摆在这整个系列的长时间来看的一个中段，那他要作为说把这些英雄角色各自又收回来，在这里又再集合一次，然后呢，但是又要再面向我们已经知道后面还会有美国队长第三集，那还有之后的复仇者联盟三，甚至会分成两部等等的这个更大规模的一个展望。他作为一个中继点，其实他扮演的角色就很重要，因为他既要把这些角色全部对有一点成仙，然后同时又要埋一些线，而且呢又我相信大家看预告也看得出来，又要大量的增加他的人物的数量。刚刚凯英有提到说 Joss Whedon 他本身是一个，因为他是拍电视影集出身的，那他前后他拍过几个电视影集，到后面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对于团队这件事情，每一个角色各有不同的功能跟特质，然后怎么样把用一个故事让每一个角色都在很有限的时间里面有发挥，然后最后让你觉得整个各面向都很缤纷，这样的东西是他拿手的。那尤其我们在三年前的复仇者第一集就很明显，我觉得这是第一集让大家会喜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那同样的到第二集，我觉得他也很努力的在办这件事情，而且其实等于是因为有 Joss Whedon 的加入，才让整个漫威的这个宇宙可以到现在走得很顺。但是这位导演他已经确定他没有要再导第三集，所以这次的如果没有再去看他最后一次为这个系列付出的话，那真的会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所以彦拓，我觉得元林今天是来干嘛的吗？感觉他一点都没有，我一直在努力的期待。请大家看一下，我是穿了正义联盟的衣服来的。元林觉得复仇者联盟是一个贺岁片的概念吗？你怎么看复仇者联盟？因为其实坦白说也很喜欢看，因为就是所有钢铁人系列啦，然后美国队长，其实尤其我特别有喜欢美国队长第二集啊。那虽然我个人没有那么爱雷神啊，我一直觉得这个就是拿着大锤子从天上跑下来大闹一场，还把到地球震妹这件事让我一直很不爽那样子。然后又觉得就是钢铁人虽然喜欢，可是又觉得其实他一直是一个就说。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就像彼得潘只是是玩机器人的彼得潘那样子。那每一个角色其实都很有趣，那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看我在看第一集的时候，当初我想我的期待跟那个彦拓非常的不一样，我是不太抱任何期待的进去看，我是比较抱着那种看贺岁片的心态，因为就是
台湾、大陆、华人世界有非常多这种贺岁片。你看，所有明星大会串，然后你喜欢的明星在同一部电影里面出现，所以看这部片，其实坦白说，我在看第一集的时候就有点抱着看东成西就的心情去看的，然后也非常的满，不是东邪西毒，东邪西毒太沉重了，要东成西就，就是林青霞，然后还有那个张国荣的头被拿来当足球踢啊之类，所以你就在这边，所以第一集坦白说让我最开心的反而是就是他们几个人在吵架，你看到所有的英雄在同一个场面里面，同一场戏里面出现，每个人都争相的坦白，就是在讲自己的立场，然后有人贱嘴，有人讲他神的那一套，然后浩克就是有点孬，但是自己又很矛盾，然后怎样的，然后美国队长就一副我是人瑞，我讲的话就是我年纪最大，就是要听我的，我们一切要福音国家的什么，就是你看到每个人的状态，然后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然后接下来就看到哦，大家开始各出法宝那样子，然后每个人的法宝就是。漫画里面的法宝都出来了，对，所以浩克就是那个身体这样子。对，那坦白说，我看到第二集的时候，我其实觉得第一集他替整个这个联盟就是这样子的英雄大堆头戏立下了，就像燕拓刚刚说，他的确是导演，的确是非常善于处理群戏，既把每个人的那个在漫画里面角色的特性点出来。但又呈现了这个彼此之间的交锋，会有一些些暗藏玄机。像你就知道，就是说，东尼史朗钢铁人跟美国队长一定是不合，因为他们就是有代沟嘛，就是一个是屁小孩，然后一个是就是那个时候的人那样子，那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然后天神跟怪物当然也是会有争执。好。那这样子的东西到了第二集，其实我有点点期待，就是说除了贺岁片之外，除了看到英雄们再显本事之外，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个系列，就是美国队长第二集的时候就有讲到神盾局的瓦解，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英雄联盟也面临了各方面的一些就是抗议啊什么的，因为他们所谓的拯救人类，但也造成了大量的破坏。那我都不敢想，就是像我们刚刚看预告那一个城镇的毁灭，就是那个要申请国家赔偿，要如何申请国赔那样。好，那这些东西就是说，在第二集里面，你如何去一方面既把每个人的立场，他们对于自我的能力跟自我的这个期许。或者自我的挣扎继续的延续，另外一方面又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底下，他要去所谓的捍卫世界或者是抵抗另外一个宇宙，那这中间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在第一集里面他是比较简单的缩小到其实是天神的家庭问题搞不定跑到人间来搞定的，那到第二集我们应该回到人间，好，就是神盾局瓦解了，所以英雄们何去何从？然后何去何从之后的这个争执，其实是我有点点期待的。但是，坦白说，电影里面我觉得还是比较是贺岁片的方式，就是哦，炫技这样就好了。那样，复仇者联盟是一直面临了，就是那个瓦解跟批评，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个暗潮汹涌、立场的争辩，这些这才是对我来讲的亮点。我不要看你去对抗坏人一定要对抗的。但是英雄们彼此的争斗，或者是说争斗之后又和解，这件事情才会是有趣。复仇者联盟里面其实看到很多超级英雄很人性的一面呢，反派有多强就代表说这个超级英雄的片子会有多好看。这次续集里面有新的反派，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首先讲反派的部分，当然大家刚看那个预告片，最大的反派是这个 Ultron 这个机器人，那甚至其实看预告也看得出来，他一个机器人可以复制一大堆机器人，然后就造成这所有的队员就已经应接不暇。那机器人本身的故事也许不是重点，但是这个机器人背后的配音员叫做 James Spader， 这是一个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大概超过20年前有一部经典的科幻片叫做Stargate 星际奇兵，他在那部片里面有一个
科学家，然后有点闹闹的科学家被丢到外太空去，必须要拯救世界的那一个当年那个戴着眼镜的书呆子，二十年后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他光靠声音演出就可以让你觉得他是个老谋深算的，然后很有非常有智慧、非常有魅力的那样的一个演员。所以敖闯这个角色不只是他的机器力量很强，而且他的声音我觉得是电影的亮点之一。那当然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亮点也是预告里面也看得到，就是这一次多了两个超能力的角色。那这一对兄妹呢，在电影里面一个叫做快银，一个叫做红女巫。那这两个角色相信有稍微有注意背景的观众应该也会知道，说在去年的 X 战警的未来昔日里面也同样有快银这个角色。那在这边呢由另外一个演员诠释，然后两个角色在电影里面我觉得都有相当吃重，而且也有呈现出他们的超能力特质的演出。那更重要的是他们背后的演员呢，这两个人也都是大咖。那这个演快银的这一位就是 Aaron Johnson， 他其实就是之前几年有一部也非常好看的叫做《特工联盟》Kick Ass 那一个男主角，那他在这里演这个 Quicksilver。那另外这个女生呢是伊丽莎白·欧森，她是之前从独立制片那边红出来的。等一下，也许袁宁可以讲一下那部戏。好爱她哦。那她后来也演过像是《原罪犯》的美国版。对，没错。那她在这里面演绯红女巫这个角色是一个其实动作不多，但是他需要靠他的神情去让你看到这一个女生她有多少的内心的挣扎或黑暗或者是痛苦。那个东西我觉得他也有在他少少的戏份里面表现出来。而且很有趣的是这两个角色在漫画里面就出了名的是感情非常非常好的一对双胞胎。那但是这两个演员呢其实去年才刚在那个哥吉拉里面，也就是哥吉拉的男主角跟他的太太的这两个角色，所以他们连续合作了两次，然后都是非常亲密的关系。那在这部片里面，因为刚刚其实就有提到，就像袁凌说的，复仇者联盟到现在他已经变成一个贺岁片的概念。你也赞成对不对？就是人物超多，我觉得尤其实际上真的，因为当然真的，你有没有赞成？还有赞成，这个我必须赞成，因为贺岁片有时候真的是你也非看不可，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你一定会要看，但是看的过程就会觉得很欢乐。你要用贺岁片的标准去看它。对，然后实际上当然因为碍于不能透露更多破坏大家的乐趣，实际上还有更多的角色。那再加上一些这些过去的系列里面，美国队长系列、钢铁人系列等等的一些配角，这次全部都被找回来。所以这部片里面的，我刚刚讲说 Joss Whedon 他必须要处理群戏，在这次我觉得那个人数是第一集的可以说是两倍，应该不夸张。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还要让每一个角色都有一些各自的表现，我觉得已经尽力了啦。对，他有尽力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啦，这个我赞成啦。对对 对, 對，但是呢我还是得要说，就是说就像凯英刚刚说的，就是反派力量越强，正就是这个二元对立的这样子的一个逻辑一直是美国类型电影，尤其是英雄类型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尤其是复仇者联盟。我们拆开来讲，就是说比如钢铁人单一系列或者是美国队长单一的时候，它比较容易的是因为以一个英雄为主线，所以会有另外一个对应的或另外一群。但像现在就是他是一群英雄的时候，他要对应的那个坏人或者是那个邪恶的力量，一的就是非常强大的一个超越国家或宇宙的来自神的或什么的，另外一个其实也是我觉得我有一点点期待，其实是来自他们自己。因为我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说神盾局系列这些的，就是说复仇者联盟是一直面临了就是那个瓦解跟批评，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个暗潮汹涌立场的争辩，这些这个是很精彩的，这个是在其他英雄电影里面没有的，看不到的。因为英雄彼此会吵架这件事多爽啊，对不对？多好看对，这才是对我来讲的亮点。我不要看你去对抗坏人一定要对抗的，但是英雄们彼此的争斗或者是说
争斗之后又和解，这件事情才会是有趣。那这件事情在这次的《复仇者联盟二》里面，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惜掉了。就像刚刚燕拓讲的，就那两个新加的角色，大家如果熟悉那个《复仇者联盟》系列的时候，其实漫画系列里面，像 X 战警跟复仇者就是也有合作过，他们是彼此的角色交流的，所以这次有一点点是角色交流过来了，所以就是那个 X 战警里面的那种各种的超能力，跟我们看到复仇者联盟大部分都是靠比如说机械装备啊、盾牌啊，就是这次我就觉得那个盾牌为什么不能多做几个分给大家用呢？干嘛要每次借来借去那样子？这些东西我都觉得就是说是这部片对我来讲有一点点可惜的部分，但是就场面来讲它还是非常的精彩。可是就是说就撇开，就是假设我们希望这个贺岁片的续集也要继续升级，就东邪西就要变成东邪西毒的时候，那我其实有点期待，就是说在角色的部分有更多细腻的那个交流，或者是英雄角色本身的内在的厚度如果再多一点点，我觉得我会更开心。这274只狗全部都是领养，都是杂种犬。杂种犬。然后镜头放的低低的，然后你看到那街道上一群狗这样如潮水一般汹涌跑过来，那个真的在戏院里面看到看的时候，那个就算我们一边在看片，就刚好又碰到地震，然后但那个地震你也觉得不可怕，那画面上的东西真的才可怕。那我们先赶快把超级英雄先放一边，我们来讲这周也是很期待值很高的忠犬追杀令。袁林也看过导演的前作，可不可以帮我们先介绍导演？这个匈牙利导演，其实我也是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他其实年纪也跟我们差不多了哈。那他其实是拍对年轻一直谢谢，他是拍实验电影起来的那样子，然后他的片子有。之前的几部片可能制作上面都没有这么的庞大，但是都会是比较是比如说谈身体、谈人跟社会、谈人阶级之间的观察。那这一次就是后来也看了访问，然后就是特别讲一个狗狗，其实看起来故事线是很简单，一只狗然后没办法继续养了，接下来这只狗就变得是流浪在不同的主人之间，然后受到不同的虐待，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就是这狗也会反击的，然后就率领群狗跟他就是有志一同的进行人类的大对人就革命的大反扑。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就是非常学运社运化的，就是狗是就是动物界的那个社运电影这样子啊、那对比于今天我们刚刚讲的英雄系列，其实这是另外一个奇观的作品哦，就是说它也展现了一种，而且它这是强调，就是它完全不用特效，对。然后你就看到，你其实光看预告片，看到那个千军万狗这样子冲过来啊、我就觉得你马上就会想到，比如说鸟啊，就是希区柯克的鸟啊，这些这样的片子。所以这里我觉得，当然它不是这样子的恐怖片，它其实还是谈透过狗狗的心态跟流浪的跟历程去看到一个社会状态，那这是我觉得这部片非常精彩的一个部分。刚刚袁林已经说它是一个奇观电影哦，它的场面调度真的很可怕。对，燕拓可以帮我们再多说一点。的确，忠犬追杀令，尤其我觉得今天看完，你可以把它当作它是个复仇狗联盟的一个状况。那今天我们谈的两部片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有你完全无法想象的奇观。就像刚刚说，他们完全没有用动画调度，可是他一次把274只狗全部放进这部电影里面，然后当你看到他们奔跑在那个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的大街上面，然后镜头这样俯瞰下去，然后作为一个看很多好莱坞电影的观众，你还会故意在那边挑毛病，想说那么多狗跑过去，会不会看一下？等一下看到重复画面了，就知道这个是动画。我其实是在想，会不会有狗屎，或者是它是有重复的那个？对，但是真的完全没有，而且他们还特别剧组还强调说，这274只狗全部都是领养，都是杂种犬，然后都是从收容所被领养之后，可能他们再找回来拍这部片，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那种每一只狗都是爹不疼娘不爱的那一种，不是名贵的，它不是101种狗，也不是小姐与流氓，而是就是都是看起来很普通的狗，可是他们演技之好，然后那一种当
镜头放的低低的，然后你看到那街道上一群狗这样如潮水一般汹涌跑过来，那个真的在戏院里面看到看的时候，那个就算我们一边在看片，就刚好又碰到地震，嗯、然后但那个地震你也觉得不可怕，那画面上的东西真的才可怕。嗯、但是我觉得就像刚刚袁林说的，其实这部电影它有很明显的预言，或者说有很明显的那个对于我们人类的社会价值或社会阶级的那个隐喻。或者是根本就是一个名誉的那样的一个效果，嗯、对，那它会让我想到，五年前我很喜欢的《地久禁区》，嗯，因为《地久禁区》也是一样，它是用人类跟外星人的处境去讲南非的那个种族隔离的这件事情，嗯，那同样的在这里，它用人跟狗，而且里面的人虽然它有点为了要营造它的这一个就是狗狗流浪记，然后很可怜的到每一个阶段被不同的身份的人。照顾或者说被囚禁，然后都被虐待，或都被狗都没被当狗看的那种相处、嗯。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然他有一点把人类全部都一视同仁的变成都是坏人。但是他的确借由这样的过程去讲那个阶级的压迫，然后几乎很顺理成章的，当电影在最后段狗狗大反扑，几乎已经变成一部奇幻片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说服力是非常够的，所以看电影，当然那也包括，当然他要借由片中这个小狗，还是跟这个小女主角有一个一定的联系啊，还要借由这样的去绕一整圈去讲一个，你要说无可控制的反扑也好，你要说和解也好，的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我觉得他借由最重要的是那个真实的场面调度来营造出的写实感。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最后我请两位用非常简短的话帮我们介绍个别两部片个别的可看之处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复仇者联盟的精彩之处真的是在于就是说当英雄自己本身变成，我其实把它想一开始看的时候我把它想成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了就是说当这些英雄他的能力越大，但是创造出来，他为了解救人，但是却又创造出更大的问题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除掉这样解决这样的问题？嗯、其实这个是正义联盟系列不讨论的、嗯，这是神盾局，就是这是复仇者的系列，尤其是在这次里面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嗯他怎么除掉这三害，或他这个周处怎么样变好？这些英雄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东西？嗯、我觉得可能可以是，就是说除了我们在看场面之外，更有趣的一个发展或思考的点。嗯、也希望就是说之后的其他系列可以在这个部分有更多的琢磨。嗯、那忠犬系列，其实我自己坦白说，我的期待值是比较高的，更高的。一方面当然就是不用特效，这么多狗千军万狗走过来，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透过狗，透过不同种族之间的这样子的个对立跟反扑，或者是阶级化的这样的讨论，其实你反而可以更加的去思考到就现今社会里面的阶级状态，因为不再是阶级高的人去压迫阶级低的人，而是直接拉开来是不同种族、不同生物之间的时候，那这个放大的世界观跟宇宙观，这两部片刚好的可以作为一个对照的观看，就是说对于阶级、对于自我能力、对于这样子的部分的社会或者是环境的思考，嗯。简短的说法就是复仇者联盟我不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看，而且你可以看到新角色的表现其实就会让人眼睛一亮。那忠犬追杀令呢也是一定要看，因为你光是看到那些狗狗呢，你回家之后你面对你的狗跟面对你的猫，你就会多出了不止三分可能十分的敬畏，这样子会害怕吧，走在路上都不应该，就是觉得应该要喂他们一下，对，看到狗的时候都要眼睛别开，怕下一眼他对上你的话就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是，今天非常感谢袁林跟燕拓帮我们介绍本周新片，谢谢两位，谢谢谢谢大家。